力走的话，绝对不可能走不出去的。好，这步谢谢。你看，你不是走出去了吗？谢谢你，不客气。民进党现在连自己的大门都不敢走出去，自己出来作秀。东西啊，我是100公分在这里，对。我今天用科学的方式量了100公分，站在民进党的记者会党团的外面的100公分，那我就要看，难道这样子我也侵犯了民进党吗？当初玉珍委员会对这个议题有兴趣，要听听看这个议题，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。这个走廊本来就是很多的媒体朋友跟立法委员会经过的地方啊，那经过了，听听看他们的理由是什么，听听看他们在说什么。像现在他们讲到什么捍卫体制啊，什么他们要这个送宪法，这个认为违宪要提宪法法庭啊，我觉得都是他们的主张。那他们的主张是他们的权利，虽然与我不同，但是我也可以听听看他们的主张是什么，进而提出相对于我们不同意的想法。那这样子是民主的一个互动，错了吗？这样子就变成盯梢了吗？这样子就变成监控了吗？如果认为监控，请他以后门关起来，不要让别人能够来看。那我们今天站在这里100公分的距离，我刚刚实际用尺量给所有的媒体朋友看，那我们就看看民进党认不认为我站在这里门的中间是在跟梢，而是做了什么不法的事情。他说你们不敢回应他，是值得回应。嗯哼，了解。廖委员，我可以问一下，关于昨天的记者，你也没有真实记录吧？没有，我们要去视线，这是何其严肃的事情。